静悄悄，没有半个人影，突然冷冻库门自己打开来。月哲看到监视器这一幕，汗毛都要竖起来了，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。说请各位大神帮帮忙，因为承租的冷冻库已经被房东告知了好几次，门没有关好，甚至加上锁头也没用。没想到加装摄影机却拍到这离奇的画面，到底这冷冻库藏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？这个有可能就是讲一判的念条的，第一行，第二行就是这个电风，伊无互伊拍冷的时阵较惊。不是好兄弟在搞鬼，而是设备故障了吗？实际走进冷冻库帮大家解惑。冷冻设备业者说，造成冷冻库门自动打开的原因，如果排除是设备损坏的话，另一个就属人为因素，可能是在设定上出了差错。啊，你有可能就是讲，伊控制了无好势，就是讲伊提前把迄个电风先开，啊，把迄个风吹出来，迄压力伤悬，开始产生这个气泡。除了检查防爆口有没有堵塞之外，也建议当事业者可以重新设定冷却机运转的时机，才不会因为内部温度过高导致压力过大，再多的锁恐怕都难以招架。现在答案揭晓，业者也不用再为不知道何时会打开的门操心了。TVBS 新闻吴中勋高雄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